陈立，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插队啊，太无聊了。太无聊？没有了，很紧张。很紧张哦，总是要及时转播一下。是是是，因为真的怕南下下不去，就好笑了。所以现在遇到危机就是胖胖可能要进场这样子。对，今天才出场。我们修外观而已，好吧，那不是修。所以说，可见我们的胖卡都是虚有其表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近况如何。刚才陈立已经闲闲没事，已经开始发推了。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在冒烟了。发动吧。那这次的危机呢，可能会造成这次的台南胖卡行呢，有很大的危机。就是面临了去不成的这个窘境啊。好，现在陈立前往前去跟这个拖车的这位司机大哥来商量。然后在陈立去协商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来跟着他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请问一下陈立的学弟啊，请问你这次遇到这种事情有什么感觉？这也是第一次啊。这是第一次吗？对，之前你开车都不会遇到这种事。之前就是因为那个下巴，